2019年7月10号，我刷到这么一条视频，视频里面篮架很旧，篮板都烂掉了，但是这群小朋友照样打得很开心。回想到自己以前的经历，我觉得他们值得更好一点的打球条件。我虽然条件有限了，但是捐一副篮球架也比不到。我评论并私信的博主表达自己，沟通很顺利啊，我能替厂家下单一副篮球架。没想到做完这件事情2个月后，我的抖音后来突然爆了，打开一看，原来是博主发了一条感谢文字。他们说啊，一个外人都这么帮我们了，那我们本村人是不是应该有点行动呢？大家友情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结果愣是搞出了一个灯光活动中心，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我也特别想亲自到这个地方去。但是后来遇到事情，也知道不到4年后的今天，终于迎来这场事。还在我心里那颗种子早已发芽，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这个地方。不见认识我，啊，最想看那个，真的像跨越一个时代的感觉，感觉现在一直保留着。说不定以后咱们国家有些职业就是从这个村里出来的，有可能吗？有可能的，有可能吗？啊，听见？哎，两个哥，嗯，先给你听歌啊，大家看一下，谢谢听歌，活的，活的。5-2，有没有玩胜利了自己？哎，怎么输掉了？我看现在是球，右手边的直接突破。下一个，再等一下。连续的晃动，这球稍微有点狭球的前进球，防守员不动。有没有一个大心脏？跟我往下推没了，一样的动作。哎，这个分球。不会是正对的，不会是正当。哎，这个分球。中距离，哇！天大的背后，来防一下，来防老外防，这个半转身，哇，这防的挺硬啊，你等我，这防真的挺好的，能够来到这边我很开心，篮球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自己不想读书而一些你的爱好作为你不想读书的借口，学习跟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规划自己的时间，也是研究一个目标。我们人生路很长，我现在走到这边回想起来，小学、初中、高中是我最美好的一个回忆，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这段时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饮水思源，不忘初心。广西桃溪北乡村是我们的第一站。接下去，我们维修购兄弟们会去到更多的地方，帮大家。师傅，维修购一直在路上。